是我邻居，我发小，也是从小就掩盖我光芒的那一抹乌云，江皓月。这些砖头可以用来当球门。是。哎，你们别拿我砖啊！对，不是，你给我放下！开宝，你们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们！你在躲我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前段时间看奥运会迷上了攀岩，所以我今天来提前攀墙体验一下。奥运会可还没有攀岩。那你放我下来先。哎，不是你，